好，先跟各位说新年快乐啊！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先宣读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7年2月26日星期一上午9时34分，地点议场三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定于2月27日星期二举行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开议日并为单日一次会，自3月2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处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为国事论坛时间，周二下午5时至6时处理临时提案。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二，2月27日星期二，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含有关针对核二厂二号机重启之能源政策、因应花莲赈灾防救灾机制及国土安全规划、稳定物价机制问题，并予报告，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当日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质询顺序依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这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有关质询期间及顺序及人数，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三，本第五会期程序委员会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1人、国民党党团推派6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于3月8日星期四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予更换。主持人苏嘉全，协商代表柯建明、何新纯、许志杰、林德福、李彦秀、曾明忠、徐有明、李红军。宣读完毕。好，本会处理议程草案相关事宜，即依照上述协商结论办理。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7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月5日星期五下午3时至37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14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6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一，议程草案编列通过。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依民进党党团陈委员曼丽提案通过5案，同意权之行使事项。1月16日上午，二，审定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全院委员会议事日程。宣读完毕。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请说。可以啊，只要签到人数够就可以开会。3人以上就可以表决，跟委员会一样。对，跟委员会一样。对。好，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会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那我们宣读结束后就截止登记，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7年2月27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5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王惠美等凝聚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委员赖世葆等凝聚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至5，委员蒋乃馨等凝聚教育基本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6至7，委员林德福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监狱行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8至9，委员林代化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0至11，委员陈昭明等凝聚公务人员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海岸管理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2至18，委员钟宏照等凝聚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劳工退休金条例、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劳动教育促进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就业保险法、性别工作平等法、职业安全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9委员李红军等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20-21委员张立善等凝聚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22-30委员曾明忠等凝聚银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保险法、票据金融管理法、证券交易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都市更新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31委员林德夫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2委员马文君拟撤回前提之医师法，拟请院会同意撤回。33委员许志杰拟撤回前提之大学法，拟请院会同意撤回。34-45行政院函请审议《职务防疫检疫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社区大学发展条例》及《终身学习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家语言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养护工程处组织通则、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监理所组织通则及交通部、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卫生福利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废止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证券交易税条例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废止交通部台湾区国道高速公路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46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7司法院函请审议行政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8经济部函送财团法人中进社107年度预算书案，交经济委员会并案审查。49经费稽核委员会函请院会改选下届委员，请查照案。拟请院会将本案交朝野党团协商，推派人选后提报院会。50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请查照案。拟请院会照案通过。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咨询。宣读完毕。好，并没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就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会审查者共司案。二，依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共六案。三，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117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于人民请愿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跟委员会报告啊，明天中午12点还要召开第二次程序会，所以今天下午会寄发第二次议程草案及开会通知。下午五点会那个下午五点，如果要各党团要增列的话，麻烦在下午5点以前，这个向议事处提出增列啊，5点就截稿了。下班前会寄发增列资料。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